各位姐姐们，那个我叫丁小强，我特别喜欢农村，因为我觉得环境好，空气好。我上周的时候把工作辞了，以后就打算留在咱们后石沟村，跟着丽英姐一起创业了。一起创业？丽英姐现在是我女朋友，我是她男朋友。哎呦我的！行了行了，去玩去吧。啊，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哈。啊，玩去吧啊！也没什么出息，就喜欢拍点那花花草草的，拍点羊啊什么的，没见过什么事物。哎呦！我记得你来的时候不就两个皮箱吗？你这哪儿来这么多东西啊？都大半年了，我要生活呀，这不得一边生活一边添置吗？哎，那这样吧，我帮你收。不用，我自己可以。女孩子的东西你不懂，也不能乱动。行，那你收吧。一天的时间又过去了，你就光把这鞋装到鞋盒子里了。我鞋多啊。徐唯一，你这工作效率也太感人了吧。我听得出来你是在嘲讽我。别催我，别嘲讽，别指责我。行行行，那你自己收拾吧，你赶快收拾好啊。城里房子已经做好了，那下一个工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工作？你没找好下一份工作。我干嘛要找下一份工作？你没找好下一份工作，你辞什么职啊？哎，我不能歇一段时间再去找工作吗？哎，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工作狂，好吧？行，歇段时间也挺好。不过我建议你别休息太长时间，最好别超过半个月，不然工作状态丢了，恢复起来又得花好长时间。你管我！徐老师，徐老师。哎，孙书记，徐老师怎么说走就走？这走的也太快了。要不是富贵叔给我打电话，我都赶不及送徐老师。有什么好送的？有些人巴不得我走呢。徐老师，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送还是一定要送，是吧？你看，你来咱们村这么长时间了。咱们村上上下下对你都有感情，可能是就是生活和工作产生的那种阶级感情啊。人生就是
孙书记，那辛苦你们了。啊，江总，放心吧。一鸣叔回来了，孙书记，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既然您没康复，怎么不在城里边多养两天？哎呀，孙书记，我是才听说咱们村发生的事儿，这心里着急呀。我想，要不咱们召开一个村委扩大会议，商量商量村里的事儿。好啊，那再好不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绿水青山那就是金山银山，那要按照张子浩这个做法，那不等于把咱们村这个金山银山都拱手让给他了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我是坚决反对张子浩这个现代大农庄计划。你们说啊，我知道你对这个张子浩有成见啊，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人是会改变的，咱可以慢慢让他改变，对不对？佳恩呐，这跟我对张子浩个人成见没有任何关系啊。不，我只是觉得啊，咱们村应该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来求发展，而不是说一次性的拿一笔补偿款，把这个土地再拱手让给别人来经营。你说，哎，就张子浩这种少爷胚子，他会种地吗？他能种好地吗？你快算了吧，咱们村这些年一直按照自己的力量发展呢，有成效吗？没有啊。不是，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接受一个就可以真正让咱们后支沟村提升的这么一个方案呢？那说白了就是舍不得手中那点权力和利益。爹，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句话当作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对，姐安呐，到这会儿了，我才回过味儿来呀、啊。当初你是一意孤行，非要向这个明星村评选小组去坦白，弄丢了咱们明星村的帽子，闹了半天，你这是提前为张子浩的大农庄计划来布局呀、啊？你这是？哼，我也回过味儿来了，一鸣叔啊，你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跑回村里。就是专门跑来跟我作对的，对吧？我是怕咱们村的路走偏了。哎呀，行，哎，你们俩别热热的，行不行？干啥呢？这是，咱们村子走哪条路，得有村民自己来决定。我也说两句啊，孙书记，那你说咱们现在就这么来回僵持，也没有太大意义。讨论出咱们村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大家把这个思想能不能统一一下？啊不。那现在就有一个统一思想的机会。这个昨天晚上我查了一下日子，从上一届的村主任选举到这个月的月中啊，就刚好满三年了。也就是说呀，按照选举法，咱们村也到了该改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个人意见啊，不妨这次把这个村主任选举啊当做一块试金石，让每一个参选人把自己对村子发展的思路和态度都亮明了，让村民来决定到底哪种发展思路能得到更多村民的支持。这主意好，咱们村的村民呢自己选自己的生活，公道自在人心。我也觉得应该是让村民们自己来选。那孙书记，您的意见呢？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意见，也确实到了换届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向上级汇报，咱们就按照选举法成立选委会，进行选举人推举和选民登记。好。什么态度这是？这个月的15号，咱后石沟村的村主任正式改选。哎，你干什么呀？我追剧呢。不是，福儿，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跟李建安争咱村主任的宝座了。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你得帮我出谋划策呀，老方。你说什么呢？你不是骂我啊？现了原形，那就是开卡车送货的吗？富贵，你不也说我现了原形就是给娘们儿跑腿的吗？咱俩扯平了，咱俩现在需要手拉手，共同去追求我们的梦想啊！富贵，八叔，我们家富贵好不容易才安存下来，你就别再撩他痒痒肉了，行吗？就是。真是的，你要选村主任，你自己选你自己的去，别拉着我们家富贵一起发疯。可不是吗？
桂花，男人的世界你不懂，没有斗志的男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呀？你看看现在的刘富贵，大好的时光扒着毛豆看后宫剧，你想让他变成后宫怨妇吗？你还真想让他变成一个肤白貌美人贤惠的家庭妇男呀？疯了，彻底疯了，这是。八叔，你再满嘴饭泡，你再撂富贵，我就去你们家找桂兰说理去。啊，对，找桂兰，马上去找。我现在就去。对对对，马上去，马上去。这桂花，我看你敢去？哎，桂花，你说什么？桂花，慢点走啊，天黑小心点儿。刘富贵。坐下吧。坐就坐，我怕你啊。不是老伴儿，不是我说你啊，你就属于小糊涂赶猪直来直去的人，不会拐弯。女人想说什么就让她说，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你想追求你的梦想，你追求吗？富贵，你回来了？我就在这儿啊。那你刚才这调虎离山，桂花在这儿，我敢说什么？我敢说话吗？不愧是我的大军师啊！富贵，现在的你才是我的好富贵啊！咱现在商量商量，这个村主任的选法到底应该有哪几个环节？二哥，我来是表示全力支持您重新披挂上阵，再度拿下村主任的宝座。我上阵啊？那你呢？二哥，经历这段时间的挫折和磨练，我觉得我还是嫩了点儿，欠缺火候。好在我还年轻，可以跟您慢慢学习。等将来您真正退下来时，在您的授意之下，我可以接您的班啊。不是，范弟啊，你这话说的我倒真的不好意思。哎呀，二哥，您千万别误会啊，我说的都是真话。您是咱村的定海神针，灵魂之灵魂，村主任的不二人选就是您，我说的都是真话。哎呀，八弟啊，我真的是老了，不想干也干不动了。哎呀，那可怎么办呀？咱老赵家总不能没人出马吧？我会仔细的琢磨琢磨，从咱们老赵家的村民里选出一个有能力、基本能服众、没犯过大错、年富力强的人选来支持。二叔，金宝，你这找我是不是又要说，作为老赵家的女婿，打你入赘过来，为老赵家村民的利益斗争了20年，是不是啊？是，我这一直都战斗在第一线呀，二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如果咱老赵家一定要选出一个在村主任的候选人来，我觉得二叔怎么就不能考虑考虑我呢？金宝啊，以后啊，别总拿老赵家的利益说事儿。这些年你当墙头草的时候多了，别以为我看不到。二叔，我真的是为……您干啥去？我找孙书记说点事儿。祭古神，二叔啊，那你怎么想起来现在要办这个仪式啊？孙书记啊，你可能以前听别人讲，咱们老赵家迁居后石沟村，农耕传世有900多年的历史了，你可能还不相信，是不是？哦，这个我以前倒是听进宝说过，我相信啊。你信也不是打心眼儿的信，把它当成野史和传说了。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老赵家的族长每年都会带领村民进行祭拜古神的仪式，我想把这个传统仪式啊再办一次，好传给后人。二叔，那听您这么说，这个传统仪式办了这么多年，
那它应该是属于重要的民俗活动了。行，您说办，那咱就办。谢天地，风调雨顺，拜谷神，养育之恩，赐来年五谷丰登。祭拜祖堂，感谢赵氏列祖列宗900年前来此福地建村，农耕传世，养育子孙，历经几十代而绵延不绝，望列祖列宗继续激发后人安居乐业，奋发成才，报效国家。看落款，我天，苏轼，古代的祖宅啊，落成的时候往往会请当地的书法家或名人来题写牌匾。海清村的海清驿有块缺落款的牌匾，相传就是苏轼所题，也可以证明咱们后石沟村和海清茶的历史传承。各位村民，趁着大家都在啊，下面我正式宣布个事儿。咱们村接下来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届村主任的改选。我赵玉山虽然老了退了，不再过问村子里的事儿，但是选村主任这样的大事儿，我还是想表个态，说说谁是我心里最支持的候选人。首先，我觉得现任村主任李建安在他的3年任上没干好，我就不一一说咱们村这几年闹出的大大小小的岔子。他团结不了大家，不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当不好这个家。所以啊，这次村主任的选举我不支持建安。要说我支持的人选，我最希望的是咱们村能挑出一个像孙书记这样的人才来当村主任，可是咱们村没有这样的。我思前想后，矮子中间拔高个。二哥，你就痛快点，直接点名吧。我支持冯进宝当下任村主任，也希望老赵家的人都支持进宝。啊，这支持吗？我真是不知道。二叔，二叔，我一定不辜负你，我一定不辜负全村老少对我的期望。二叔，你放心，我一定撸起袖子迎难而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公平！二哥，你怎么不选我呀？我是你八弟，咱俩一个祖宗，是没有道理啊。二哥，你别跟二哥在这嚷嚷，一会儿再说。二哥，哎哎，二叔，八叔，二叔，好了，今儿啊我就说这些，以后村子里的事儿我不再过问了，大家散了吧。走，快点吧，我恭喜你哈。那我继续。二叔，孙书记，我又对村里的事情多嘴了。村里选村主任是大事儿，您支持谁，这是您的权利。赵玉山挺有意思啊，
还真把自己话当话。张总，你别往心里去啊。嗯。尽保这孩子听话，以后我让他在工作上都支持你。谢二叔，不过这话呀，还是等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再说吧。走了。二叔啊，您这块永续农耕的牌匾是个古物，您留好。啊，我知道了。思琪，别喝了。媳妇儿，你坐。媳妇儿，我是真没想到，二哥他居然压根儿就不想让我当老赵家的当家人，更别提什么支持我当村主任了。我太受打击了。二哥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早看出来你不是那块料了，你就别瞎折腾了，安安心心的帮我送货。好不好，媳妇儿？其实我这么折腾，都是因为我老觉得我配不上你，我怕你嫌弃我，所以我就老想证明给你看，我行，我能成事儿。思琪，咱们老夫老妻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不希望你在外面折腾多大的事儿出来。我就希望有一天你能成熟稳重一点，你好好帮我工作，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很完美了。媳妇儿，你真好。桂兰，桂花嫂，哎，我们家这儿有一独自喝闷酒的，我寻思吧，怎么都得给他找一个伴儿，就给你领过来了。富贵哥，桂兰。那个，我那工装今天拍了好多照片，你给我放你那网店上呗。好啊，那走，去我家，去你家，去帮我挑一挑。好，走吧。哎哎哎，你别走啊！你别影响我。你哼哼唧唧的干啥？老是在这儿待着，我忙完回来领你。不是，哎。败得这么彻底，你以后还有什么大志？我还是骑我的电摩吧。老伴儿，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当初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老爹抱着我这么一掂量，我才四斤不到。所以说，我就不是当干部的料，认了吧。太难了。宝哥，讲。哎呦，真臭！你那家伙，哎，臭。这是有点进去吧。哎。试试水吧，行吗？合适，合适。哦，舒服。没想到我这村里的千年老二啊，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不许膨胀啊！知道，一定不会。哎，你也不能膨胀，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嗯，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再登上一层楼，你会发现眼前的景色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王金宝，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别跟那个八叔学，天天嘚瑟的在村里边说这说那的啊，都跟别人说他是丁丁的村主任了，结果咋着，闹成笑话了不是吗？不会，二叔今儿就点我了，八九不离十。嗯，但是我一定不会放松警惕，一定好好的踢好这临门一脚。加油！很快去。不要紧张。三、二、一，开始。全体村民们，大家好，我是冯，进宝，咱们村15年的村会计，兼村委，也算是咱们村的老干部了。我向大家保证，成为村主任以后，将以村民的利益为重，将以村中的工作为重。咔咔咔咔咔咔咔！我觉得吧，你录这个东西，你要发表你的政治意见，就是你要说你带着我们村怎么走，怎么发展。用用用，这都写着呢，我马上就到了呢。来来来，来一次啊，开始。我郑重地向所有的亲人们承诺，在我当选村主任以后，将会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团结村民；第二，咔，又咋了，徐老师？如何团结村民？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再来一遍啊！开始。我郑重地向所有的亲人们承诺，在我当选村主任以后，我将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团结村民；第二，村民无小事，以村民的利益为重，一切从村民的利益出发；第三，抓生产，促经济，做大做强我们后十沟村的 GDP； 四，带头改变领导的作风，时刻不忘村主任是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村主任手中的权力是村民赋予的，我将时时刻刻地与村民打成一片，我向大家郑重地保证，我才是代表后十沟村利益的村主任。大家好，我是徐唯一，大家记得投冯进宝。耶耶耶！唯一，你给冯进宝拍的那个视频啊，我看了，怎么样？特别给力吧？有我的支持，冯进宝肯定可以做村主任的。你这叫掺和村里的正常工作。我没掺和啊，我在村里待了这么久了，我也是后十沟村的人，重大事务我也有一份子的。你现在又是村里的一份子了？嗯。你之前一直说要走，现在又留着不走。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打算的？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啊？你应该趁这段时间好好想想怎么找到后边的工作。哎呀，你别老催我走嘛！我没催你走，我就是见不得你这么每天无所事事。你就不想想我为什么不走吗？你为什么不走啊？用你的脑子，用你的心去感受，我不走还有没有别的理由？我每天忙成这样，我哪有心思猜你怎么想的呀？不行，一会儿我得去找冯金宝，好好跟他谈谈。冯金宝有什么问题吗？你不同意他做村主任啊？我跟你说，许唯一，我看了你拍的这个视频啊，冯金宝虽然说了很多，但等于什么都没说。所以如果说他接下来真的要正式竞选村主任，他未来对这个村子有什么抱负，有什么想法，我得跟他提前好好谈谈。啊，对了，你帮个忙。因为我发现啊，咱这个村里啊，
不能只有这个妇女同志群啊，咱得有一个村里的群。所以呢，你呀，来帮着给建一个后石沟全村的群，把这个在村里的以及在外边打工的，啊，只要是成年村民，不管男女，全部给他拉进来，大事儿小事儿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样也更透明，是吧？哎，领导，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给你结清工资之后，你天天在这蹭吃蹭喝了？那，真是的，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嘛，啊？那行吧，那这个群名就叫做后石沟村。我想想啊，要不叫大槐树吧？啊，你看，后石沟村大槐树群，多有韵味啊，是吧？抓点紧啊！我这不是说单纯请你帮忙，我也是帮你。最后一项工作，我这活动活动，动动脑子，有利于身心健康，以后保持状态，接下来还找别的工作呢。金宝，金宝，谁呀？是我，孙光明。哎，孙书记，马上就来啊！哎，好。外面太冷，咱到里边去吧。别，不麻烦，你来来来，我跟你聊会儿。哦，哎，行。哎，金宝，哎，我来找你啊，就是想听听你对竞选村主任有什么想法。我当选村主任之后，所有的工作思路全部在那个视频里。金宝，我听着你对当选村主任很有把握呀。哎呀，孙叔，你看我刚才不是，这不是二叔在支持我吗？再加上您孙书记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我才斗胆了。金宝，咱不说这些虚的啊。我来找你呢，我就是想给你提个建议。您说，你的那个竞选视频里边，不能光是一些口号，还是得有点实际的。如果说你真的当选了这个村主任，你打算怎么干？包括，你是到底支持咱们后石沟村哪种发展思路啊？哪种发展思路？你看啊，现在就两种，一，要么咱们就是鼓励大家都去支持张子浩的这个现代大农庄方案，要么就是靠咱自己的力量，按照咱们原来既定的规划，保留咱们的乡村原貌，建设美丽乡村，绿色环保，走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道路的选择确实很重要。那你到底是支持哪种思路呢？如果有幸当选这个村主任之后，您放心，我一定会充分的尊重村民的意见，再来定。啊，而且孙书记，我知道那个李建安当了村主任的时候，您吃了不少他不配合的苦。但是我保证，我当选以后，这种情况绝不可，绝不。行，你的想法我都知道了。行，时间不早了，你早歇着，我回了啊。哎哎哎，孙叔，那我就不算你了啊，别慢点。这是要逼我站队呀，冯会计。哎，咱们把这个竞选视频啊再拍一次，我把这个视频啊上传到我们新建的村民微信群里。你应该要把对于我们村发展思想的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样才能表明你支持我们孙书记啊。啊，那是孙书记让你来让我支持他。怎么，你不支持我们孙书记吗？啊，不，我这稍等一下啊，稍等。喂，冯会计吗？我是张子浩啊。哦，张总，
我想找你聊聊。啊，要运动饮料啊？要什么运动饮料啊？我想找你聊聊。啊，行，你说吧，在什么地方？我给你送过去。酒锅边上。啊，一会儿见。哦，菜地呀、啊，好，好，好，马上送过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看这个张子浩是公子哥，这种做派，要个饮料还得我亲自给送过去。嗯，徐老师，你帮我开点店，我去就回。啊！一分钟。来了，张总，喝点。哎，我不喝，你喝吧。啊，我也不太渴。啊，怎么回事啊？啊，刚才打电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你就在这说吧，没人。嗯。刚才突发情况，徐老师到我超市了，你懂的。啊，坐。哎，洪会计啊。我是个喜欢直来直去的人，啊，既然二叔公开支持你，那你肯定就是下一届村主任的不二人选了，对吧？八九不离十。我答应过李建安，我这个后石沟村现代大农庄建成之后，让他当总经理，年薪100万。如果你当了村主任，可以支持并大力推动我的大农庄计划的话，同样的条件转给你。哎呀，这个主要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动不动心的。人非草木，皆有情。会，您给我这么好的条件，我怎么能？行了。等我信儿吧。今天张子浩偷偷把冯俊宝约到水库，利用了一大通，就差色诱了。领导，你很危险。冯俊宝当选村主任以后啊，他有可能就会变节投敌，转身就去投靠张子浩，支持大农庄计划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冯俊宝肯定会当选呢？这不明摆着吗？二叔都已经公开支持他了，那赵家的一些村民一定会大概率的投他的票的。其实这次村主任的选举啊，应该成为打破这个村原有格局最好的一次契机。候选人本来就不应该分什么赵姓杂姓村民。是，你二叔可以表达你公开支持的态度，但是他的个人意见绝对不应该左右赵姓村民的关键因素。好的候选人就应该清清楚楚、亮亮堂堂地摆明自己的想法、政见，他们应该靠自己实实在在的方案，赢得村民们的支持。嗯，那李建安和冯进宝都不像这样的候选人，上哪儿去找呀？孙书记，离这个村里的选举还有几天呀？反正后天选，你算算还有几天啊？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新上任的村主任依然支持我的大农庄计划，你说你可怎么办呀？如果是我，我就提早放弃。你就这么有把握，新选出来的村主任也支持你的方案？那黄国长得不错呀，啊！来来来，咱提前比一下啊，比比。不比，为什么？没完全长熟呢，现在摘了，白瞎了。哎，你这长得慢就是长得慢，行，什么时候比都行。就怕你到时候输不起。同样的话，送给你。
大家好，我是海棠，我回来了，有些话想跟大家伙说一说。咱就今天下午3点在大槐树底下不见不散，大家伙给捧个场啊。我不是听说那个海棠姐出去打工了吗？她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呀？我是好奇，自从煎饼合作社在咱们村的排位掉下去之后，海棠她一直不声不响的，挺消停的。难不成她这回想翻出什么花来？你可别小看海棠姐啊，咱村我最佩服的女人就是她了。对，我也觉得海棠最有能耐。嗨，你再有能耐，那是过了气的明星。哎，富贵，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呀。咱俩现在算是过气的明星了，但咱曾经拥有过呀。所以说一定要天长地久。四喜，富贵，哟，你够哭的。哎呦，哎呀，金宝，这墨镜是从昨天晚上睡觉一直到现在还没摘下来的吧？你们也来看海棠讲话吗？我们俩主要来看你呀。富贵，你说。你呀，在咱们村消息比较灵通，以后咱们俩多沟通交流交流啊。不是村里也有群了吗？不加油的槐树啊。你想知道什么情况的话，摘下墨镜来，一眼睛好好看看，不就都知道了。哎呀，金宝呀，你容我说一句啊，你这个现在有一副走马上任的感觉，是不是高兴太早了？李英。哎。你的这句话呀，真的是对我醍醐灌顶。